李远，医生还是没有能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。思想还很糟耶。啊，谢谢啊。你就是王香香哈。你好，你是？哎，喊我小陈就可以了，我是银行信贷科的。银行的啊？你找我要啥子事啊？据我们了解，你父亲抵押给银行的房子现在已经划入到你的名下，现在我必须来提醒你，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你不能还清贷款的话，我们将向法院起诉，查封你的房子。啥子？要查封我的房子？那到时候我住哪点去啊？那个我都不晓得了。